手里什么东西？弹盒。没说这个，我说你身后头的那个。饼干。啊？哪来的呀？朵朵送我的。嘿，成啊你！你小子想一人独吞吧？一盒破饼干至于的吗？也没跟你抢。谁说是破饼干？这可是最幸福的家庭饼干，我撑死你！等会儿，你过来！你跟他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啊。不对，你跟他说这是一盒最新口味的夹心饼干。嗯，哎呀，老弟，小老板，那哎呀，如果你不想让老爸老妈知道你昨天夜里偷偷起来吃冰淇淋的话，那你这饼干就全归你了。哎，这才叫识相。嗨，就是一点点新口味的饼干。饼干？哎，那我也来。认识吧，来一个。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啊？的确与众不同，就这个味儿吧，有点怪。这好像是薄荷味的吧，凉丝丝的，有点辣，有点苦。不对，这味儿尝着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味儿。事儿这是，老爸又有好玩啊。小雨，哎呀，老爸，给我站好了，老实点说，这饼干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加工的新口味，还新口味，那里面加的全有牙膏，含牙膏，那我现在舌头现在还麻着呢，还笑。说，为什么捉弄别人啊？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。玩笑，你倒是高兴了，你看他们俩多难受。还笑还笑，不笑了。我问你，知道你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我错在太聪明。什么？本来就是。啊，没费什么脑筋就想出一个牙膏饼干的办法，把他们骗成这样了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非常不对，向他们俩道歉去。开玩笑有什么错呀？开玩笑啊！人家家里人是哪儿开玩笑？你这不叫开玩笑，你这是捉弄人，这叫恶作剧，知道吗？不是还有愚人节呢吗？据说啊，连总统都敢捉弄。好了，今天是愚人节吗？啊？不是吧？再说了，
你这恶作剧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您平时不是老教育我们说没有哭哪有甜呢？算了，不跟您说了啊，朵朵在等我呢，我下去。小雨，哎呀，好了，小雨。顺便补充一句啊，这饼干里不光有牙膏，还有什么？没什么特别的，一点胡椒面、辣椒面，还有一点芥末面，还有两勺什么胶水儿。这孩子，这个事儿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你说这孩子太不像话了。我这就把他救出来，我好好刺儿刺儿。哎，妈，您坐，您去啊，肯定不管用。嗯，为什么？您想啊，爸批评半天都不管用，您去还不白给？是我刚才确实苦口婆心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对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呀？那你们说这有什么用啊？咱到底怎么弄啊？您放心，我们俩倒是有一主意。嗯，保证好使。对。什么主意？别绕圈子，快说呀！快说！根据目前的情况，语言攻势对小雨肯定现在已经没有作用了。没错，口头教育力度实在是太弱。对，哎，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不是想撺弄着我跟爸爸揍他一顿呢？我哪有这意思啊？有这意思也不行，我可告诉你们啊，这武力可绝对不行啊。对，但是必须得让小雨吃点苦头。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对，也让他尝尝被人捉弄的滋味。这我倒是同意，也算是个好事儿。可是，估计这不太好操作呀。哎呀，操作方面你就不用管了，只要你们点头，我们办这事儿。你说这行吗？我觉得行。嗯，你想，让孩子教育孩子，挺好吗？况且本来这事儿就是从游戏开始的，不妨啊也以游戏的方式结束，挺好的。这叫寓教于乐。你行吧。哎，那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不管我们俩出什么主意，你们呀都得和我们站同一战线，支持我们，配合我们。没错。好吧，没问题，我和妈妈跟你们站同一战线，支持你们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表态呀？啊。成，我也支持。什么好东西啊！哎，刚才你回家的时候，看没看见有人跟踪你？跟踪我？没有啊。哎，你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刚才看没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的，戴着一个黑色帽子的，手揣在裤兜里的，跟踪我干嘛呀？哎呀，我不是怕他跟踪你。我是怕他发现我这个东西。哎，对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等，哒哒哒噔，雨衣，隐身衣，雨衣，就是穿上谁也看不见你那种。那当然了。那你从哪弄来的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班同学他爸是一个特别棒的科学家，这隐身衣就是他爸做的。他爸呀，怕这隐身衣放他们家不安全，所以就跟我说先放我这儿寄存了。你逗我玩呢吧你？怎么能逗你玩呢？我告诉你，这隐身衣可牛了，你穿上以后，不但别人看不见你身体，你出多大事人家都听不见。哎，真的，让我试试吧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
哎呀，流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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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己开了，风吹的呗。哈哈，你们看不见我，哎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听见我。嗨，阿切，阿切，阿切。瞧瞧瞧瞧，这人一脸花。这帽子怎么这样？哎，咱们家怎么那么安静啊？是啊，安静的我都有点害怕。嗨，那害什么怕呀？你想啊，这么安静，肯定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孩子们是不是生病了？嘿，你这担心还不是没有道理。嗯。哈哈哈！你们看不见我，也听不见我，太好玩了。流星，流星，流星，流星！流星！哎呦喂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穿着我的隐身衣？这个，你吓我！真哎，那个，星哥！哎呀，不行，借你过会瘾就得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秘密不能告诉别人。那个星星哥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不用说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就是想借我的隐身衣穿吗？哎呀，你好聪明啊！那好吧，既然都让你知道了，那为了让你能够给我好好的保守这个秘密，我就借你穿两遍啊！啊，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君子一言，多少马都难追。哎，对了，两天是72小时吧，你想考我算数？两天加上睡觉的时间，也就48小时。48就48，反正我要抓紧时间做一个快乐的隐身人。都在这儿呢，我准备行动一下。反应，啊，也没反应。这风怎么这么大，把报纸都给吹开了。也没反应。哎，夏东海啊，我怎么觉着我眼前好像呼呼的，有跟电风扇似的，有风啊吹的。没错没错，最近咱们家老有一股一股的邪风，刚才我报纸都给吹开了。是吗？我就是那邪风。傻子，啊，傻的你，这么好的东西都借给我了，大傻子，大傻子，大傻子！爸，我怎么觉得我这胸口一揪一揪疼？我是不是得心绞痛了？别胡，有你这么岁数的人得心绞痛的？啊，太好玩了！哎，我刚才实在忍不住了，我马上就要喷出来。您要一乐，咱这句话不全都完了吗？就是。哎，您得好好学学我。您看他刚才咣咣咣咣咣砸我好几下，我这不是还跟爸说我的心绞痛了吗？是啊，我刚才就要喷的就是这个。什么叫得心绞痛了？哦，心绞痛就是咣咣有人凿你。哎，告诉你啊，夏东海，我觉得这事儿可有点不太靠谱。就因为当初你说这事儿能寓教于乐，我才这么配合的。现在我可光看见娱乐了，还没瞧见寓教呢，这有点太过分了吧？这个怎么过分呀？怎么没有寓教啊？咱们呀，就给小雨两天时间，让他充分的好好的表演表演，到时候一举揭穿他。没错，必须让他知道被人捉弄的滋味，这样以后他就不会捉弄别人了。对，这不就寓教了吗？没错，我完全同意。嗯。哎，夏东海啊，这女的后来怎么着了？我也刚看，这不就公安局长吗？流星的宝贝归我了，小雪的宝贝也归我了。哎，这爬得越高摔得越狠。嗯，
我现在宣布一下，我要去吃冰淇淋，那种最发胖的，哎呀，那种啊，那种你们最不让我吃的，我现在就去要拿一堆。我去，你就让他吃吧。不行，他吃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这么多冰淇淋，我都要把它们吃光，一连串吃六盒冰淇淋，就是啊，要证明我不会拉肚子。还有，对不起二位，等你们呀最想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一打开冰箱门一看，啊，冰淇淋全没了，因为啊，他们都跟着我不翼而飞了，一块不翼而飞。他可真够狠的，同共的六盒还全拿走了。大夏天的吃冰淇淋，太爽了。打个电话啊。我要这么打。喂。喂，朵朵啊！哦，对，他听不见。喂，朵朵，哈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听见没有？还送上别人礼了。不是棒棒糖，嘿，也不是巧克力，也不是冰淇淋。嘿，哎呀，这些都太便宜了，我要送你一个贵重的礼物。贵重的，听见没有？他送我要送你一台大大的大彩电。他要送他大彩电，你让他送去吧，他哪来钱？谁说我没钱？哎，我刚从我妈那儿拿了存折，在这儿呢。这你们这钱啊，购买两台大彩电呢，你台我一台呢。没你怎么能拿妈妈存折啊？妈，我穿的野身衣呢，您应该假装看不见我。哎呀，我谁看不见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假装看不见你啊？对啊，这种小儿科的东西啊，傻子才会上当呢。那你干嘛还假装相信啊？我不假装相信，我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切，您这小电风扇，小鞋缝儿，还有小脚扣，傻了吧你们？你们的都被骗了吧？骗了吧？都被骗了吧？傻了吧你们？嘿嘿嘿嘿，傻了吧？啊？还寓教于乐呢？叫了谁了？乐了谁了？傻了吧你们？小阴风。啊，心绞痛！真够傻的，还心绞痛。来来来啦，红樱桃大黄馅儿。来来来，吃水果了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又吃什么好东西呢？怎么不叫我呀？来来来，小雪吃个樱桃，学习多辛苦，多吃点啊！爸爸，来来来，林先生，黄杏学习多辛苦啊！你这几天表现真乖呀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的好弟弟，来吃一口吧。谢谢我的好姐姐，来我的好姐姐，吃一口吧。谢谢我的好弟弟，真酸，
又不是自己没长手，还好姐姐好弟弟还不够漏气的呢，让你们看看啊，正常人是怎么吃的。妈，吃一口吧，平常您太辛苦了。嗯，好女儿真乖，是不是？您得再吃，平常啊您太不容易了。真乖，是不是？妈，你们就别装了。哎呀，这小孩穿上隐身衣之后啊，你还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哎，你就一点都看不见了，你看不见吧，你还不想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肚子疼！哎呦！啊，他肚子疼，装的。啊，装的你们都看得出来呀、不喜欢我了，流星小雪也不和我玩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我前就去承认错误，爸说过知错就改的孩子就是好孩子。哎呦可糟了，肯定是冰淇淋吃多了。哎呦肚子疼，哎呦是不是他真疼啊？我看，哎呀妈呀，还装呢，真是。哎呦真的，我真没吹牛，是真的。哎呦装的还真像，我还差点都信了。哎呦爸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捉弄人了。啊？事实证明，一气吃六个冰淇淋，肯定肚子疼啊！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。事实上，我什么什么对的。